他们说不要这样跳，他们说你别那样唱，他们说别向前，这才是你的路。我相信，我相信没有绝对的规则，也没有绝对的完美。每个人的时间有限，不要陷入别人幸福的焦点，别让自己内心的声音被其他人盖掉，勇敢跟随自己的直觉，成为更坚强的自己。告别脆弱，发现强韧。铝滋养润发，爱奇艺悦享品质。